赶快吃完早餐，然后我就去吃猫。我下次。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 哇，今天外面真的还是，你们看上面，应该说万里无云的状态吧。然后，其实我皮肤有点晒伤啊。那今天一整天我可能就会待在这个地方，世贸漫博会场，因为我们摊位今天要进行最终进场，还要测试，然后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所以，我此时此刻我非常的苦恼，我能带给你们什么东西，或是让你们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我只能让你们看看，也许你们常常看到展览会场正式开始前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已吧，顶多啦。嗨唐欸，我们要什么时候才会进去啊？现在目测你应该进不去，对不对？对，我去问一下。那这一区开始，等一下开始设备就全部开始从那边进来。导播组在这里 ，PA 音讯组在这里，然后这边是活动舞台，所以到时候我的工作范围就会站在这边。这边到时候就是我的工作舞台区。我们导播组可以开始进设备进场。上面两颗四颗打里面，外面那四颗下面的。现在东西已经开始正式全部都在进场，摄影机也在架，导播组也在架，然后我呢，我要准备。准备开始办公，就要把一些资料弄上去。喂，陈真小姐，离开了。好好。我们先出去，我们先出去吧。刚刚有没有看到他那个101活动，就是他的进场时间到了，警卫就是会把你所有人轰出去，所以剩下未完工的事情只能等明天一早进公司的时候再处理。那我现在来到101的地下美食街，就是 Nico 有托我帮他买一个很好吃的爆米花。就上一次我在我姐去帮车子装喇叭的时候，装那个音响主机的时候，他来这边买的。我现在要找一下那一家在哪里。先生，不好意思，请问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卖爆米花的店家是在？这边右转就看到了。好，谢谢。他说这边右转就看到了。哇，我觉得好羞愧。天哪，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居然转了一圈。要这个，中间的这两个。中间这个吗？哦，就是这两个，都要大的两包。两包。然后抹茶中包一包，对，就这样。谢谢你哦，各位观众朋友，任务达成！哇，这好大包哦！而且上次我姐给我那一堆啊，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好吃的。不过，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贵，有一点点贵，它的贵起来比你去那个看电影的时候买的爆米花还要来的贵多了。这什么口味？这混合焦糖加 cheese， 就是所谓的芝加哥口味，最普通的、平常的那个，就很它、这样一小包多少钱？105，这样子就105，你吃得下去？我吃得下去，服了你哎。
但是偶尔吃一次，我觉得应该可以啦。而且那个好像是周末要回高雄吧，带回去，我不确定。然后在战场站完之后，现在要回公司里面再战一波，二连战，战战战。哎、欸，你真的一直在那边穿外套，我觉得很嘲讽哎。我们老家刚刚晒，然后你为什么要穿外套？没有，我只是回家顺便穿外套了。为什么？啊，我白天来防晒，晚上来防风。我也只有。骑车会冷是吧？是。很冷，也不是会冷啊。很冷是吧？是。没有。明天开始呢，就是正式的漫博活动开始。其实我很超级惊的，因为有蛮多东西今天没有办法 check 完成，所以希望明天早上可能只有一个小时多，再多一些些，可以让我们做最后的测试。那到底在那之前能不能完成，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今天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没办法再做什么，只能做后续的素材的编写了。啊，各位如果有来漫博玩的话，我就再强调，各位如果有来漫博展，然后在里面晃来晃去，可以问问看我在不在，就想找我的话啦，可以问问看我在不在，有没有空理你们，好不好？那今天忙碌到我不晓得拍了什么的 vlog 就要这么结束啦，那咱们明天再见，大家拜拜。对啊，怎样？当然是我的啊，怎么会是？里面有薯条吗？有啊，好啦，薯条分你一根。哦，是你拿一根起来，那你的。他什么？什么？是你拿一根起来。你呢？好，再见。再见。拜。拜。加油。拜。我要可以拍腿。拜。嗯。拜拜。